Leo 聊世纪，天天都更新。大家好，我是 Leo， 今天来看马扎尔人对上斯拉夫人。那这场地图是天梯阿拉伯地图。那这场对决是 NBL 玩这个蓝方马扎尔。那对面有这位红色也是高手。那我们先来讲一下马扎尔的文明。马扎尔这个文明，这个一级攻啊，这个攻击锻造技术啊，这一条线路是每升一个时代都会送一个科技。封建时代就给一攻，城堡时代两攻，帝王就三攻，直接给。也不用研发，所以也不用支援那些的。所以马扎尔在封建打落马战的时候有一定的优势在。那马扎尔这个文明也算是强军事文明了，它本身没有太多的一个经济加成。那它比较有特别能力是可以一击必杀野狼。那除此之外，它的马弓也是相当厉害，它的马弓应该算是 CD 5里面马弓伤害最高的文明了。它到后期都可以7加5伤害，然后射程还加1。非常夸张啊！那他的保兵还可以不用黄金就可以生产，那这个是后续的科技，我们再说明。好，那么来看一下斯拉夫。斯拉夫人的话，种田的话有这个 10% 的这个加速，所以他种田来说是非常快的一个文明。那本身斯拉夫的话算是步兵跟这个工程器文明，他的工程器是很便宜的，造价来说是稍微便宜。那他的步兵呢，有这个王者四草，攻击可以扩散效果。有点像是波兰的这个波兰跟这个拜占庭一样，有这个肉马践踏的效果，像那个后勤也是。所以王者侍从来说，我觉得这个能力让斯拉夫更像是一个步兵文明，而不是骑兵文明。虽然他的保兵是这个贵族铁骑，但是这贵族铁骑要量产也是不太容易的，而且斯拉夫也没有游侠，所以我会比较直觉的觉得他是一个步兵跟工程性文明。骑兵的话就没有那么的突出啊，除非打这个贵族特权啊，贵族。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马扎尔这边，来看一下蓝方的一个经济状况。OK， 那这边配置看起来都配的差不多，三木啊，三木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落马开局。那我们这边先加速一下，好，前面我们配置的部分稍微带过一下就好。那这边是四木开局，那这有可能是要转小弓，或者是棒棒。OK。好，八棒转小弓流，看起来是这样子。OK， 两八棒出门，这里可能还在围个房子。好，棒棒出发了，应该是打不太到东西的感觉。NBL 这边感觉，应该是有察觉到了。这些刺我在附近应该是有看到军营，但有没有看到出发就不知道。没看到啊！哇，直接被敲，马上点支部。好。哇，十一村，很亏，好像还可以再一村，因为没有支部。哇，肉马死了，以肉马换一村。这时候有人会说，那到底谁赚了？我个人认为是斯拉夫这边赚了，因为你只要黑暗时代杀到一村就是赚。因为这一村会时间随着时间的发展下去这一村的差距会越拉越大。虽然对方斯拉夫这边没有落马，到封建时代之后还是可以产。目前看起来这一村拿到之后，也可以转守为攻转攻为守，也可以，不一定要这么主动。毕竟上封建时代的话，马扎尔这个落马有一定优势在。打落马可能不太明智，转个小攻挖金或是围死开农，斯拉夫的选择现在蛮多的。但围死看这种感觉也不太好，因为这边太难围，所以他应该也是会出一些兵像长枪兵或者是还是出一点肉马都有可能。因为围死来说，对马扎尔来说还是蛮好打的，因为马扎尔他本身就一攻加成，那么直接上了一攻了，所以打这个木墙速度很快，要特别小心。好，那这边一上封建时代，这边会先上长枪兵，没错。那这边是选择开农路线一级木一级农。好，那看起来，这来得及维持吗？好像可以。长枪按两只按到三只去了，按的数量蛮多的，哇，真是围死开农很妙，要出运
好，那马扎尔这边也是啊，并没有出兵，两边都是一个开农路线，两边都点下一级农一级墨，算是非常的保守。哇啊，他们两边都这么围啊，围超大的，没有办法，地图太烂熟，就只能围这么大，不然真的被溜进来会头痛。好，这边双方几乎同一时间点下轮轴技术。好，那这边很明显哦，斯拉夫领先了一村。好，那这个时间点挖三金哦，就是一个封建不出兵跳城的一个打法。啊，兵工厂有记得补。那上次那个示范影片哦，我还忘记补兵工厂，有够丑。啊，直接别人死一次哦。啊，这次哦，终究也是死了。好，那这边一上城堡时代啊，感觉是要先出骑士啊。啊，斯拉夫出骑士，可以的，没问题。啊，然后这边挖金的人数来到六个，那可以的话，这边果子吃完了，剩下的村民就可以来挖金了，补到大概十人左右，但黄金量才会够用，因为城堡时代还要出僧侣，所以黄金是非常缺的。好，这边要尝试去把这边围起来，好，把自己的领地哦再扩大一点。好，这边一级掘金点下，一级弓也点了，马扎也点一结晶，然后点一级射。马扎看起来是要出马弓路线吗？好，这边没有出弓兵，射箭场也好，射箭场有下。好，这边出弓兵 ，OK。好，这边点下品种，那应该确定是要来打骑士了。骑士出来四只，双马就开始爆。那这一波、哦、通常都会先出到四只骑士左右、哦，然后就开始下 TC 开农，然后骑士就在前线哦找洞挡，然后去做骚扰，不一定要打到东西哦，就只是单纯要让对方增加一些操作空间。哦，马扎直接上马攻路线，哇，这个有点狠。哦，但是这边点品种跟这个耕种技术、哦、点的蛮快的。血量跟跑速马上就点，好，但左边这边已经围死了，能达到东西其实有限。左边这边骑士想要砍进去，但是有点困难。好，这边再又补了一个洞。好，两边都是打得偏浓。三 TC 继续农，两边村民数来到了58村对51村，这边马弓数量已经来到了七只，但是这边骑士数量开始变多了。啊，其实七只骑士打七只马弓，那如果没有秀操作的情况下平 A， 好，这边是骑士一定会赢。这边要去进去打吗？哎、欸，这边没有二级弓，在等跑速好。哇，直接被射死一只骑士啊！好，直接在家门口堵下了一个 BK。那这个 BK 盖的位置还不错，虽然在这个城门口，但这边是个高地哦。一出来投石车，如果刚遇到对手，可以砸出蛮大量的伤害。好，两只僧侣开始往前，然后给斯拉夫这边压力了。MBL 经济看起来还可以。那这边大雪要赶快补，哎、欸，对，是大雪。好，想说大雪应该这时候要补。好，大雪补下，等等弹道雪好了之后。跟马弓才会有这个杀伤力，比较好秀操作。好，那这边三只僧侣看到直接招了，这个再不招会来不及。对对对，赶快招！对手决定要撤退，但是这边来了弩炮，这边是走一个弩炮路线，而不是投石车。斯拉夫啊，这个工程机就是便宜了，出弩炮没什么问题。
那确实打弩炮的话，对方马弓也不太好秀操作，基本上没有操作空间啊。好，分多更多的一个马弓补了过来，骑士一直在这边绕啊，看有没有来偷出来挖金矿的。好，正面再过来，弩炮越来越多台，三台、四台、四台弩炮。好，这边收村。他直接杀进来，但没有。要不要补一下这个房子啊？对面直接冲进来，这里是。好，补上了马厩，松马厩补了。这边看来要来做一个骑士爆了呢。有没有这只狮子在咬他啊？想怎么会有狮叫声 ？OK， 这一波进攻让 NBL 稍微迟疑了一下吗？哦，但这个伐木应该是有在看哦。这个对手是不是有在看 NBL 这块树？这个树挖完就会进去了。啊，没有看，真假的？啊，马上就补了！哇 ，NBL 补房子速度有多快？啊，弹道血没有好，一点歪，一秒钟好了，弹道血好了之后开始射。准，他死掉，像哇，开始弩炮串烧开始，但 NBL 有出一些少量的骑士，但后面已经有僧侣了，这些僧侣直接招降对方的一个骑士，直接叛变，弩炮还在无情输出，而且还是高地串烧还蛮香的，但是啊，这个串烧没办法一次打掉很多单位啊，还是要慢慢的打掉。好，更多的骑士回来过来补一下这个伤害。骑士拥先，还有斥候去把这个老婆收掉。骑士在前面做一个输出。好，那这一波看起来工程器给的压力还是蛮大的，也是有做到一点事情。这个老婆居然活下来，八滴血。好，这一波骑士继续追哦。骑士并不一定要打马弓哦，只是要让马弓没办法一直无情输出哦，给对手一个压力的一个感觉。那如果对手停下来的话，这个马弓确实就会损失大量，所以打马弓要特别注意哦，就是要保存自己的数量，然后尽量不要跟对方骑士哦硬打正面，那尽可能的出一点僧侣哦去抵抗对方的一个骑士会更好。哇，他这边有洞哎，哇，直接卡一个位，哇，大量骑士直接走进来，这一波卡位卡得很好，斯拉夫骑士直接杀进来，但这边 NBL 手速很快，围死了这边，但是还是有少量村民直接被砍死。村民数开始拉的有点多了，83村打到88村。好，这时候点下斯拉夫，点下手推车，哇，经济超好。然后这边还要点帝王时代了，好，帝王时代一点，还有手推车的加持，一到帝王时代，斯拉夫这边经济直接会起飞啊。那这边会打什么样战术呢？打马弓的话，应该不可能打这个什么王者侍从，这个步兵打工兵太可能，也不太现实。那比较有可能是打这个重装重型弩炮跟投石车加冲车的工程器组合，然后再搭配一点这个战矛兵啊，或者是自己的贵族铁骑啊，去做一个交换。但打马弓的情况下也不会太出到这个贵族铁骑，我觉得，因为贵族铁骑本身是近防很高，远防并没有太高，哎，造价昂贵。但看起来目前斯拉夫的走向是想要走一个纯骑士的骑士重装路线，并没有出贵族铁骑。那骑士跟贵族铁骑的售价，这个造价也只差5金而已，黄金量只差5块钱而已。但骑士哦，好处就是产能比较快，贵族铁骑就是产能慢了一点，稍微可惜。好，这边没有收村，稍微被杀了几村。好，直接双宝开盖。好，这边黄金可能要多挖一点哦，这边斯拉夫黄金有点少。这边伐木的村民跟这里哦，可以来挖一下这里，然后再去旷野之中去挖对方的冶金也不错。好，这边点下这个螺丝堡垒，点下螺丝堡垒之后，斯拉夫的一个城堡造价石头会减轻到400/410左右，那木头大概也是消耗400左右，
然后可以就盖座城堡，造价非常便宜。好，第一时间点下这个巨型投石机，下方骑士。喂，这里骚扰杀了两三村，这个是轻骑兵还是骑士？哦，骑士在这里。想要奇怪他那一坨骑士怎么不见了？因为都在家里待命。好，这边马扎尔点下拇指环跟这个二级房。三级射居然没有先点，啊，还没有帝王时代，好奇怪，怎么还在升防御？好。推车终于补，我刚想说你有肉不补一下手推车吗？OK， 手推车补了。好，工程器这边斯拉夫很有优势哦，造价便宜。但是这个巨型投石机哦，是不含这个。工程器的这个减免，斯拉夫的这个工程器的造价便宜是只有 BK 哇，这个工程器制造所里面单位哦，才会有这个造价便宜的一个效果。但我觉得它蛮可惜的，是因为它没有火炮这个单位，但是它有大冲车跟这个重型投石车，算是有点补足它的这个不足之处。所以斯拉夫工程哦，还是要以这个巨头为主。还有这个冲车、投石器跟弩炮还是要拿来砸单位用的，但是马扎尔这边也算是蛮康和斯拉夫的，因为马扎尔这个马扎尔标旗哦，是可以不用消耗黄金哦，就可以制造单位哦。那这个单位哦，打工程器还会有额外伤害。好，这边马扎尔先补一下化学，三级射也好了。可以伤害将兵高，攻击六加五。OK， 马扎尔的一个金冠也点完了。这一波交战看起来，斯拉夫这边损失有点惨重。好，这边点下重装马弓跟安闲战术，两座城堡直接被硬拆掉，巨型投石机数量很多，五台，这是几台？五台。哇，这边想要来前线盖堡，但应该有点盖不太起来，因为正面开始有点打不赢了。好，正面这波骑士上去冲锋，投石机直接砸到自己的骑士，哇，又砸了一发。这个巨头是内鬼啊！哇，一直砸到自己，但没有关系哦，骑士数量还蛮多的，这些马弓只能钻小的一个窄口。赶快拉，赶快拉，拉一下，拉一下，好，攻击好了，七加五超强的马弓，直接 A 了上来。斯拉夫这边骑士还要继续出吗？黄金开始跟不下了。但目前的打法有点像是螺丝一垒保推的感觉，搭配骑士哦去送头，然后去掩护自己的城堡盖好，然后再往前慢慢推进哦，去封锁对方的一个重要资源。哇，这边直接石头开挖，哇，这个村民是鬼步啊，直接躲掉箭矢。OK， 那这边三级防御，封闭链甲一点下，这边看一下门挖野金的村民，这少量村民在挖野金。那这时候马扎要怎么打？我觉得应该是继续马弓出多一点，马弓数量在。聚起来一点，大致上要出个六十几只哦，然后再全力去爆这个马扎尔标骑兵了。因为马扎尔标骑兵的话又要城堡，但城堡刚才被拆也差不多了，所以先要转这个肉马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本来要先补一些马厩，开始来点这个马的防御力哦，去拆工程器会比较好一点。被这个超高伤的一个重装马弓直接吃掉。那有人会说，欸，为什么马扎尔他的马弓这么强？马扎尔为什么会这么强？其实我也不知道。
那为什么蒙古不是升科技这个反区公，而是马扎尔？这个我也不太知道。所以如果有知道这个历史渊源的观众，也可以欢迎在下方留言。马扎尔的置换叫反区公，但大家应该对历史上的反区公，应该是对蒙古人的反区公是有印象的，而不是马扎尔。好，这边直接杀到了 TC 内。马公想要去骚扰，但是家里很多这个城堡能打的东西有点少，骑士再杀过来，家里的马公数量不够，所以骑士还是有点畅通无阻的。好，马公直接分两队，家里一队跟外面一队，但外面这一队数量可能要控下，可能会送光。好，这边溜了一波马公想要到后方，但是城堡要小心一点，要稍微绕路一下。好，看一下这波交战，看起来两边都是损失惨重，但是马公数量慢慢起了起来，四十几只。好，那后方的马公队啊，也顺利到了后方了。这里好像有看到，直接在这边起了一个城堡。这面巨型投石机可能赶快跑，哇，直接收掉，很快，也可以带一台。哇，很快直接全吃吗？哇，砸一发，先杀头车 ，OK， 投石器全部砸掉，城堡盖不起来。好，这一波稍微有做到事情，但下方这边有更多的骑士直接来砍村民。马公虽然来到了夸张的46，但是沙夫并没有转出攻城器。哇，里面到处都是城堡，螺丝堡垒，一直盖一直爽。哎，这个城堡数量，像地图上有几个城堡？1、2、3、4、5、6、7、8，8座啊！好，这边稍微围一下，想让敌人的马弓直接长驱直入。那里有点一片狼藉啊，但村民数还是蛮多的，有130村左右。NBL， 但是后面有大胖的一个村民没有在运作。这边又看到一座城堡，选择撤退，没有再继续潜行。哇，这里已经被成各种的城堡火力交叉了，但是这边斯拉夫却没有继续出，哦，没有去转攻城器，反而是一直出马，活生生打成了一个马国。杀到了一些村民，但这里马弓数量也被削减了，刚刚还有40几只哦，对，几乎写满了一状况，但是现在血量有点偏少了，37只，而且这些马弓现在已经被关在这里了，要出去的话，你要强行吃这个城堡戒指伤害出来。那下方这边直接大肉马开杀挖金矿的村民，这边也是哇，四处着火。这边马弓想出去还被堵起来，哇 ！NBL 要被秀啦，到哪里都是城堡，这里要被锁起，骑士过来开砍。好，这里没有城堡了，这里稍微可以出来，终于找到路了。但是家里已经要 BBQ 啦，太多的骑士杀了进来。哇，金矿村民是被杀非常多，村民数已经降至剩不到100村了。好，那这一波还想继续骚扰，但这一波马弓看起来也做不太多事情。哎，这边是食物吗？怎么收村的村民跑出来了？哇 ，NBL 村民只剩下80几村，村民掉得非常快，家里只有肉马跟少量的马弓在抵挡。NBL 为了骚扰而骚扰，而损失了大量的一个自己的经济，连家里完全守不住，没有城堡，村民死伤惨重，
73村，70分了。但是这一波拿攻啊，就是让对方稍微收村，而且这个 T 区快被射掉了。要撤退了吗？哎呀，这边要吃到城堡伤害了。好，家里这边就继续绕。哇，这边斯拉夫一直补肉嘛。那有人会说，哎，为什么斯拉夫不点这个匈牙利轻骑兵啊？啊，不是、啊，马扎尔怎么不点这个大肉马？那只是单纯哦，是因为他没有黄金而已。不然我们一直用轻骑兵跟对方打，根本打不赢啊！轻骑兵。对，马扎尔其实最强哦，还是他这个快速三攻哦，可以打这个游侠，或者是打这个保兵哦，效果都很不错。打落马的效果就有点差强人意了。这个 TC 也盖不起来 ，NBL 这边马弓看似没办法当个正面打了，这样光解决家里的内忧就快受不了了。骑士加落马直接开砍，黄金开始在存，而且工程器也没出，斯拉夫这边开始做起仓鼠模式，想用一堆落马去淹死对方村民。NBL 这边有点顾不起来自己的家里状况，左右两边双面夹攻，村民又再度大量死去，村民数已经降至剩下66村左右。哇，直接当着赢家的马弓面前杀村民！哇，这时候顶下重型投石车，看来要来给 NBL 最后的一击了。好，这一波肉马直接穿到家里，这里人家要收村，不收村就损失惨重，村民数已经剩下50村左右了。哇，这边凶，这边马弓虽然数量还是很多，但是这面的肉马已经杀到太多的村民了，经济越来越惨，将连光暗村民都有点快按不出来的感觉，连 TC 也开不起来，也没有石头。哇，这边村民是50村，而且这边还有巨型头蜥在砸这个 TC， 罗马继续在找哪里可以打村民。哇，这边直接按了5台巨头。好，还点一下这个围墙，增加这个城堡的防御力还有血量，血量也到了5800滴。家里大量城堡直接占据了一半的地图，虽然没有请对方吃大城堡，但家里哦，大城堡是插了很多根啊，1、2、3、4、5、6、7、8、9、10、11座城堡，这样确实让这个 NBL 马弓没有地方可以发挥哦，因为马弓真的很害怕城堡伤害。伤害太高了，这个戒指伤害吃不得。好，镇定这波再继续杀，杀到村民剩3几村了。好，斯拉夫第12城堡往前盖出来。哇，我觉得这个斯拉夫这个战术不错哎，用这个马的部分哦去前袭骚扰，然后家里一直盖出这个城堡，防守家里的一个打法。这个我玩斯拉夫的时候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毕竟自己的农田效率这么好，然后城堡也便宜，然后确实家里用这个一大堆的城堡防守，然后用这个肉马一起去跟对方做资源交换，如果对方没有围死就很容易像 NBL 这样走，各种钻漏洞，左右开弓，正面也上兵这样子。哇，看起来 NBL 这边没有想到对方斯拉夫不打工程器，不按套路出牌，反而是打一个万里长城流，加上大落马经济淹死人，得一个打法。
那其实斯拉夫这边可以再打更极限一点哦，若再补到80片田、90片田，往木头再少一点，然后再往外延哦，这个肉马数量应该是会更夸张，然后马厩再补下更多，大概补到20个马厩哦。那一出来就是20只马，直接往家里冲哦，死了就冲，死了就冲，死了就冲，然后就左右两边开弓这样子。哇，这一波打法确实有料。来看下经济部分。好，看一下经济，经济目前斯拉夫是全赢的，没错。那这边食物，哇，整整赢了2万，这个种田效率实在是太好了，而且一季还捡到4个，所以这边一季一直在跳。那到了后期哦，这边马扎尔真的是有点，错失良机吗？也不能这样讲。他这个城堡，如果他是要打这个标骑兵的话，城堡应该一座往外盖哦，那剩下的城堡插在家里会比较好，也可以拿来防守。NBL 的想法可能比较直接一点哦，就是前线这个石头一定要守下，这个石头两座城堡插下去哦，然后再把这个石头挖起来，再把这个石头插在家里就好了。但没想到对方直接5巨头带走2座城堡，啊，那一块石头就挖不了了，所以造成 NBL 后期石头太缺了，所以家里一直没有东西哦可以防守。好啦，那么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这了。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再帮我下订阅，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